我很想红。我在国艺会第十四届新人新视野的作品是黑暗的光景，叫做在山海来去。我的作品是我是既快乐又悲伤，希望观众可以进到剧场变成小孩子，用最直觉的方式来感知这个世界。我们在蓝雨行走的过程，我们反而是在审视自己生命的来与去，既荒谬又好笑，让你们能够哭笑不得，捧腹大笑，潸然落泪的一场亲密性的演出。第十四届新人新视野，我们剧场见。